各位观众有礼，而家又到咗执政粤文嘅时间啦。小弟系曾卓文，今日想介绍嘅广东话词汇系 meet pat pat， 论题系红星夏慧如小姐自爆曾遭咸猪手 meet pat pat。呢个 meet 字呢，原来唔系俗语，而系文言喎。说文解字话 meet 绝取也，唐允话读 meet 手拔也。诗古注有云：煎 meet 为剔拔眉发，即是掹眉毛咁解。庄子集释曰：正言可以补病，柴 meet 可以防老。柴 meet 呢，即是搣个框框眼框，可以防老咁解。法院朱林有云：自搣头发，断身保英啊。陆游诗又有云：搣搣败叶飞，暗暗寒云低。至于 pat pat， 源自英国嘅俚语 prat， p r a t。意思是 buttock 屁股，引申为 idiot 傻蛋啊。事缘阿夏慧如小姐，本土红星，花名串嘴芭比，前日响台湾拍呢套电影《台北夜蒲》团团转，接受《苹果日报》嘅访问，自爆读中学嗰阵，曾经响街头俾个咸湿仔嚟到搣 pat pat。但是夏慧如都未嚟得切反应啫，个男人就走咗去啦。而夏慧如话事后唔觉得受侮辱，亦冇特别嘅 hurt feeling， 只系吓亲下啫，仲话觉得还好添。可见夏慧如小姐不但止丽质天生，胸襟广阔，而且胆识过人，不过都系小心为上啊。好在香港的治安一向良好啫。多谢各位收睇，后会有期。